谢谢，好听哈、哦。对，来一张。我嘛不是介谦虚的人，我知影我好听。超感动的一首歌，真的、哦。你有在我的脸书上啊、哦？谢谢谢谢，哎、欸，我歌写的也还不错啦。接下来这首歌其实是我在2020年，我记得应该是2020年，我下次一定要把这个年份记起来。高雄同志大游行的时候，我帮他们写了一首歌，它其实是一个我朋友的故事。然后关于这个故事的内容呢，因为有点长，所以大家可以上夫妇知道的 YouTube 去看一下。我去上他们的频道的时候，我有讲过这个故事。然后这首歌其实你说是为同志朋友写的，也是也不是，因为每个人的生命当中，你可能会有很多段很多段的恋爱。如果你跟你的初恋一起牵手走到人生的尽头，我觉得那是很幸福的事情。但也有可能你生命当中曾经遇过一个人，但是你没有办法跟他走很久，那这个人在你心中可能在一直都有一个位置。那我们把这首歌献给你心中的那个位置，雄鹤为之你，谢谢。
春啊秋冬，春风春吹，欢欢喜喜。离开你这么久，风雨过无出欠，接线来的人，望君无你的香味。风雪过境，惜情笑眠床，我怀念咱彼时阵，心温的冬。Yeah.